拿这个爱的棒棒，对，要来拍打你的头，一个海绵棒子，这个、来自海滩、这个。这个造型砍人的声音真是超级不舒服，会水声吗？啾啾啾啾的这个水声直接砍，一等就滑上来打，这一等的换血直接太强了吧！我这融奥真的直接融奥了吗？开中哎、欸，过去直接打被动，迷弹没机会了。说怎么有这种人？我在 LMS 也遇过好多个菲欧拉，他们都不是这样玩的。对，你是不是造型有加攻击力？对，我可能。但是这个时候卡萨来了，两等 get。这边是直接要让上路这个呼你不要这么凶，呼你有可能会倒，太过于激进的呼你位置比较前面一等的情况下，咪弹只要一个闪打，哇，这边闪现的反而是卡萨先交了，哇，一个伤害灌下去，并没有倒下，太直接交换了，而且 SKT 也知道这一波就是给你赚了，因为就算有 TP 呼你也没有选择交，太危险。S 五的打法，角色他的清线速度很快，就飞速的中路压制，再打个二塔吗？这个速推流。直接尝试强压，打不掉吧？不过打一半，其实已经七等了，应该是打一半，除非 SKT 完全不救，不然剩下一半很难打。看起来是真的没有要救啊，下方是也换做交换了、啊，这是换到底吗？可是我觉得如果换到底的话，其实咪咪弹是很赚的哦。哇，咪弹不过被踢了出去，交反先回到塔下，强冲击再敲两个人，可惜的是、有事了，有事了，倒了。哇，这个换坦换的好好哦，呀。实际上这样交换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 SKT 的换坦换的。你看第一个 Wolf 的坦到塔底下，这个点往回拉之后呢，刚好掉了之后，然后他把塔的 Echo 打在 Pina 上面，没有打在 Wolf 的这个游戏体验中，他并没有太追求一线这件事情。这件事也影响到了 MSI 全部的队伍 ，MSI 全部的队伍现在都不打一定一线的打法。哦，这边 Pinot 帅气的秀了一下，不过反身被勾，胡椒龙踢开之后，卡萨已经贴到脸上，站着不动吧。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二打五什么概念？哇，排在下路这个兵线位置不可能拿到塔。我们现在这波重播了，我觉得拼雅这波是略狂。他刚想要的应该是摸眼之后把 Betty 踢过去踹右边的两个人，看得出来跟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没有踹到，脑中的蓝图没有发生。那这个就是也拿河蟹都全都自己收下，这都是钱拿哇，这个兵都是钱来着。现在完全没推到，死了吗？不过独卵之力是交倒的情况下，闪电抓到一个机会踢到脸上，超能解放抓到了呼你失误的一瞬间拿下人头，哇，呼你的这个失误，我觉得亏爆了。SKT 这个慢，他也是说，看一下这波重播，这个地方他滑上去砍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这个点他看到风堂之后，他第一时间是选择用 W 来打，那是风堂故意慢推，对他赌，因为你要闪现，我就一定杀不到。但你如果打者都等下都煮出来了，对，这个压力很大。不过在另外野区的位置吃到鱼了，强杀 Maple 开启了光盾，有机会坦住，赶到蛇蛇，但是留不住 Faker。哇，这后面还有队友赶到，哦、现在 Wolf 也在后面往前继续输出一个领中冲击。哇，那个时间这个上装要到了 ，Betty 要开始尝试一波了，尝试抓人，技能交掉了 Faker 在最上面的位置可能被抓，交了一个技能，等队友赶到，技能结束之后往前用 Q 技能喂了一下，再用一技能跳了，赶到被来了，直接抓。最前面被你被交闪拉开距离，不过还是吃到领中冲击，后面是往上的一个生化巨炮把 Baby 给带走，这一波团战闪电只能撤退了，在另外下半波的位置呼你世界者拿了出来，把咪咪蛋给直接剁掉，哇，这个巴洛没了，这个地方闪电狼知道如果再不打一定要输，对，所以 Betty 上了，他要拼这一波，赌了，这一定不能不赌，时间就动 了下去，没办法了，最后的 Faker 的最后一个跳得真的太好，他躲掉了辛德拉的推球，躲掉了这一个唯一抓掉 Faker 最后的机会。他走掉之后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沃夫闪进来，大绝冰儿一起定到，配合着这个他的 Q 甩中了 Betty，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扣格蒙的 R 收掉这个人头，呼你塔下，当场把人砍成两截，气打残，哇，挡掉了，推掉了，哦，超能解放直接被斗转星移，对，挡住了超能解放，直接吃掉。太扯了吧！他可能挡是挡段时间，所以可能后续两颗球还知道伤害，不过完全没有。他有吸血装，对他吸可以吸回来。350兵，我们看一下下路这个怎么开动的。正面砍上去应该就直接倒了。开大了，第一个破绽开大绝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破绽 W 吃 R， 一旦脚闪现但没有用，最后一个一定死，因为他有吸血装。他怎么不贴起来？都会倒。角色啊，Betty要出来抓一个机会，哇，这个闪现位置太好了吧！被拉开之后，哇，一个伤害，哇，上路掉了 ，DC， 这一个坐车没机会，不用打其实也可以推塔，不过这个时间点是抓到一波机会，进到了窄口区可以做输出，不过Faker在里面游来游去，把Betty直接戳死了。Maple 没得救，现在这一波是一个四打五的团战，菲欧拉在拆你家，但这一波闪电狼没有任何的机会啊！哇，没这边。两个塔都没了，现在你要回家，你得过呼你这一关。呼你开始找人头收啦，左半边蛇蛇是遇到了Faker，Faker还有两招的位移能力，
跑不掉。而在秘密弹下半部的位置是重现了刚刚被单杀的一个情况，没了。 SKT 35分钟结束了这场比赛，8-4，在第一轮的战绩是5战全部都胜利。最后这个会战，Faker打得太好。第一个是Ben也打得真的猛，他那个闪现超强，他只想要拉到漂亮的位置，他一闪过墙之后变成原本闪现正面想要抓Faker老鼠的位置，直接把他灌掉，根本灌不掉。然后Faker最后从后面切入的时候，他的大绝先把封场之后，辛德拉没有办法进场的情况下，他是一闪踩到老鼠的脸之后的火箭包 Q， 然后带走，当场秒杀，直接消失，你连鱼都没中你就死了。这就是菲斯这个角色在 SKT 的体系中面对辛德拉的counter点，